点亮梦想，快乐绽放。2018点亮梦想特别播出季震撼来袭，数万名选手报名参与，历时半年，全国15座城市公开选拔，百余名选手脱颖而出，梦想从此点亮。炫目舞台，完美呈现。他们将会加入哪位导师的梦想团队？谁又将成为舞台音乐剧中最闪亮主角？一支彩色铅笔的很会跳舞哦，宝贝，月亮为你祝福。哦，最喜欢你的味道。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年你多大年纪？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幸福的歌声。速成啊，大家不要有什么太多的觉得月亮姐姐唱很好，实际她是同步的。三福导师为争夺优秀学员使出浑身解数，火力全开。直接我就趴地上，看谁不给我掌声。哎，打团长，为了争一个小朋友，你俩真是够拼的了。你选我吧，喵！哎，预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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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令人期待的音乐剧团即将诞生。2018点亮梦想，带你走进音乐剧的梦幻世界。各位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麦当劳独家冠名播出的音乐快递特别播出季，点亮梦想。我是月亮，我是金豆，我是哆来咪。哎，那我们经过15个城市的层层选拔，90位脱颖而出的孩子今天来到了北京，来到了音乐快递的节目现场。他们要完成一系列的音乐任务，最终他们要挑战的是音乐剧任务的大考验。那么从现在开始，我们三个人的身份呢也将会发生变化，将会是各自团队的梦想团长。哎，我们三个团长呢给大家请来了三位筑梦导师。哎，那月亮姐姐请的导师那是相当的厉害，我们的音乐人郭峰，掌声欢迎。耶，金豆哥哥为大家请来的也是深受小朋友们和大朋友们喜爱的歌手王正正。哇，掌声。哇，哆来咪代表团请来的绝对是重量级的，是我们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侯岩松。我还没介绍完，也是音乐剧《美女野兽》野兽的扮演者，还是电视剧《我的前半生老金》的扮演者。哎，等，你要这么介绍，我要重新介绍。我也得重新介绍啊！那我请来的这郭峰大哥，他的作品呢都是耳熟能详的。轻轻地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干，还有那个心会跟爱一起走，还有一首现在小朋友们都会唱的，你有一个梦，我有一个梦，编织一个美丽的中国。如果要是按照这个套路来介绍的话，我们金豆团长的请来的这位著名嘉宾筑梦嘉宾啊，你们筑梦嘉宾已经在唱我们导师的歌了。哎，其实我发现啊，我们是这三个团队啊，颜值代表，才艺的代表，那么金豆的团队呢？随意代表，只要你愿意来，我都收。真是随意代表。
但是我相信孩子们的实力都非常非常的雄厚，没错，所以我们要赶紧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规则。规则，我们的规则是这样的，小朋友们一定要听仔细了。从本期节目开始呢，我们的梦想转盘将会在现场随机抽取6位梦想找达人，他们要现场抽签决定一下自己的出场顺序，两两一组演唱自己的拿手曲目。演唱完毕之后，我们3位团长和3位助梦嘉宾要根据他们的表现来亮灯，如果获得2盏灯以上就有反选的权利，进入到自己喜爱的团队，如果2盏灯以下将会获得我们的梦想奖牌，占领舞台。好，梦想小达人，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那就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那就是梦想转盘转转转。3、2、1，停。会是几号呢？21号。哇，是个组合哎！21号，我就以为你们赞助3位。我的梦想是加入哆啦咪哥哥战队，继续选出3位梦想转盘，继续转转转转。停。6号。我叫郭丽彤，我参加的是莆田站的海选，我希望加入哆啦咪哥哥的团队。下一个又是谁呢？让我们一起转转转。1号。大家好，我叫甄宇博，来自武汉镇，我特别想加入哆啦咪哥哥战队，因为我和他长得一样帅气。让我们一起转转转。看看第5位梦想小达人会是谁呢？3、2、1，停。30号，你在哪里？30号，真的是那个可爱的小宝宝，好小啊！我一开始都没有发现他。我叫孙佳阳，来自武汉站，我希望加入月亮姐姐的战队。还有最后一位啊！最后一位，来来，梦想转盘。转转转，会转的是谁呢？3、2、1，停。9号。哇，有漂亮的小公主。我叫赵颖明星，今年8岁，参加的是莆田地面海选，我希望加入月亮姐姐团队，给我加油吧。我们的6位小选手来，要来抽签决定了。第一位，第一组派谁？派你来开始抽签。我是几号呢？是几号呢？耶、yeah ！给我们的镜头看一下，5号。是几号呢？1号。1号。好，来下一位。几号呢？6号。还有2、3、4。几号？来面向大家。2号。2号。几号？3号。3号。好了。毫无疑问，最后这位一定是4号了。直接就拿了。今天究竟我们会为谁来点亮梦想呢？掌声有请1号小选手闪亮登场。下边到村家，昨天早晚冬。
然唱得不错，而且第一个上场，第一个上场，第一个呢，他特别特别好，就是不紧张，状态特别好，好老练呢，那个手哈，这种就像大歌星一样的在唱歌，真棒，是一个年轻的老演员了啊，老演员啊，你看就是老演员，非常丰富，而且不紧张，特别最喜欢的就是他最后一个音，哇，那控制的哈，特别刚好，和音乐合在太好了。最后那一句收尾控制力不能说强，那是相当强的。哎呀我一看那是了得。我虽然主持这节目，但是我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他在唱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那种叫什么呀，我觉得那个特别喜欢。你这太专业，你净说国风老师的心坎儿的。你那说的是切分与五点之中的那种音符，你看节奏，哎呀，太专业了。勾你一下特别好。但是小宝贝呢，有一些哈，唱歌的时候有一些音稍微的不是特别特别的准，如果再准一点，那你就唱得更完美了，好不好？这加油！天哪，今天真来值了，每个人都非常喜欢你。不过能不能加入到导师的团队还不知道，好不好？我们请上第二位演唱者，来，有请他。第二位别有压力哦。跟你讲啊，就类似于这样成年人的歌曲，咱们小朋友来演唱，在某种程度上音区是有太大的区别，还有很大的不同啊。刚才你看你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音区啊，还有最后的那个真假声的转换，这两个地方呢，叔叔觉得都不是这个很满意，但这个不能怪你，因为这得怪谁呢，怪郭峰老师啊，写儿童歌曲怪我呀，写的太少。谁写的儿童歌曲？主要是净整些成年人歌给我们儿童来唱，这是谁的错？这还错吗？哎，那王叔叔怎么让大家觉得特别满意呢？要不您给特别满意的话，就是说得让郭峰老师啊，今后啊下大力度。对，哎，你比如说唐诗宋词那都多出百首，把这些歌都谱成曲，都谱成儿童歌曲。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是大家是不是都期待的？小朋友们是不是特期待？你看看，有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也太狠了。但今天呢，月亮姐姐，今天就说咱们小雨博，你的表现应该是很好的。这歌挺难唱啊，让汪叔来唱的话，我估我都唱不了。
哎，你唱好不好？我刚才听你小声跟他合了一下，我是给他合的合音，我觉得特别好听。来合一下，合一下，就从那给我，从那儿开始。给我翅膀，让我可以翱翔。给我力量，是你让我变坚强，不怕受伤，因为有你在身旁。你的话，你的泪，是我筑梦路上最美的太阳。好听，好听，好听，你看，终于这个调吧。我之前还觉得挺好听的，突然哆来咪的声音进来，立马不和谐。什么时候进来的？好听，好听。感受一下，这个小朋友确实有实力啊。但是我给你提个小建议，比如说你上台的那个过程里，你在像你演唱时候那个状态的时候，那个状态一样的话，我们这个团队就想请你过来。啊，就是说一个演唱者，无论是在台下走到台上，还是在台上，老师现场示范是吧？不是说针对宇博小朋友一个人。我必须配合一下第一号选手，一号选手啊，第一号选手来交接话筒，掌声欢迎我们的十二号甄宇博上场。甄宇博，哎呀，对呀，啊，站定好了以后哈，站定，这情绪都在，你看看着，你看你现在你这感觉就是。不能这样，你看，尤其是郭峰老师，他最在意的就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你看，一定一上就是情绪站位，这感觉一站位，完了唱歌的时候，哎，这超越梦想，哎，他都得有，你这个歌吧，还就要有这种劲儿，是吧？这个身体呢，不能说直直的，主持人是要面直直的，歌手呢稍微倾斜一点，是吧？哎，他这感觉就不一样了，明白那意思没？下回你就有经验了啊，妥了，此处应该有掌声了。好，我们接下来就要把刚才第一个登台亮相的十八号选手再一次请上场。好啊，这一轮太精彩了，俩都不错，我看你们怎么选。我看你们怎么选。粉色的灯代表的是十八号小女孩，蓝色的灯代表的是一号小男孩。我们三个团队究竟会怎么选呢？三个不是你们俩到底选哪个啊？那我们这一次对，你们这样吧，我们一定要支持一下我们的十八号。好的，我们先给这个小女孩颁发我们的梦想奖牌，好不好？我们的梦想奖章来，还有我们的礼物。宇博这孩子说了比较多哈，因为孩子呢，他虽然这个歌曲呢不太适合他，但从他的声音和状态整体的这个把控和能力上呢，我觉得这孩子今后他特别有潜力。对，所以我跟豆豆我们俩才啪拍的你亮灯，这么个意思。关键我们俩意识还特别统一，哎，就看中了你的潜力，所以你到我们队伍来吧。我跟郭峰老师我们俩是纠结了很久。对，而且在今后这个演唱上哈，舞台上的经验方面，当然了，郭峰老师要比我多，但是呢，我毕竟是歌手啊，他是作曲家、音乐家，他可以给你写歌，我可以告诉你在舞台上整个的掌控，这是我的强项。如果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音乐团队哈，你看有郭峰老师给你量身打造，是不是？其实最重要，其实今天他的演唱哈没有问题，技术也没问题，能力也没问题。主要还是选歌，这个方面我是强项。对，到我这个队来，好不好？好不好？宇博，到我们团队好不好？语言上面对你进行更好的辅导。刚才你还记不记得，你演唱完毕之后，郑郑叔叔一直到从这边走到那边给你做的示范。以后你要真的到我们的团队的话，我们全方位的来包装你。这里头还有很多太多太多细腻的那些小的总节奏。
你可以思考一下。那我就是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跳舞的时候不能唱歌，就是气太短。哎，这个我就更明白了，这绝对是跟气息有直接关系。哎，我这样，你要到我们团队，我就告诉你，一边跳舞一边唱歌，完还不喘，怎么能不喘？你能把歌唱好，是不是？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加入那个团队，是不是？哎呀，这都是我的绝招啊！宇博，我都没亮。我觉得听起来是虚的，一定要眼见为实，是吧？谁能帮你解决问题，必须眼见为实，是吧？眼见为实是眼见为实吗？哎，眼见为实。啊，三开始自杀了。四，五，哎，起来唱。啊，曾与梦想一起飞。你我需要真心面对，让生命回味这一刻，让岁月铭记这一回。好，你看，你看，这还在这玩呢。你看那个，咱不用给他卖那么多，对对对，咱不用给他露那么多。你看这，哎呦，这不行，你看，哎呦，哎，今天没上，一点都不错。我觉得孩子，你这说话都不喘。我相信哈，你看看这话说的都不喘呢，你抢话你都抢不着，一点都不错。我觉得错，这说话都不喘，错，一点都不错。这人他肯定是我的了，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我们一般是靠实力取胜，是吧？唱歌呀，实力在，真使蛮劲儿，对，要使巧劲儿，所以唱歌是一个艺术，而不是哈做俯卧撑。哎，俯卧撑唱歌呀，没有点太离谱了，没有一个强大的体力支撑你，你怎么可以把一个高难度的歌曲演唱完毕呢？对呀，孩子，歌手的能力是最关键的。还有一种最高的境界，就那歌手不用在舞台张牙舞爪，对，他随便走两步，有那份气质和那份淡定，就已经足以打动所有的观众，是吧？哎呀，宇博，你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你的风格，我觉得你要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咱俩就不说了，对，你就看孩子怎么选吧。这都亮底牌了，真刀真枪了，这节目才刚开始，俩选手，你还一轮就抢了。我跟你讲啊，你再往后还不定怎么回事呢。好，宇博，最后五秒钟，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是金豆团队还是月亮团队？五、四、三、二、一。我的选择是金豆老师团队。耶！这是选谁了？赶快给带上，把票带上，别让他跑了。哎呦，我跟你说，现在我比小选手还激动，我比小选手还激动。把孩子忽悠过去的。本场第一个选的是谁团队的？哎呀，好，这开门红了。哎，带上。这个宇博要不选你们，还挣着你可能都不让人走。还有什么？窝撑坐的都不停了。我告诉你，孩子绝对是因为善良才选的你们。不是，太不容易了。不是月亮队长。孩子因为胆儿小，不敢不选。哎，这样吧，这不选我找他爸妈算账。这样吧，咱们不聊别的了，不聊别的。导演，你再给我多来几个什么？我觉得好像不太够了，好像是不够了。对。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三个登台亮相的小朋友闪亮登场。
儿说好了的，一起睡觉觉吧，晚安。哎呀，你手上贴的什么呀？太阳。啊，贴两个太阳，为什么要贴太阳呢？因为早安嘛。哦，早安，太阳升起来。这样。你看那小手心都有设计，哎，真的太可爱了。他节目设计的非常好。对。啊，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语言，加上小孩子啊唱哈，真的特别特别到位。家长特别好，你看人家上来这个同音同声的歌曲，要的就是自然整体的这种和谐状态。我觉得这爸爸哈真的是要值得表扬，而且你要大力的宣传。小宝，你今天太好了，你应该是在我们队里头最合适的。宝贝，接下来我们把下面要唱歌的那位小姐姐请上来，好不好？好，来跟她交接。来了，哎呀，这状态来了。那是一个秋天，风儿那么缠，让我想起他们那守护住的眼，就算那美丽风景相伴的地方，我听到一声巨响震彻山谷，就是那个秋天再也看不到爸爸的脸，再用他的双肩起我重生的起点，黑眼中泪水沾满了双眼，不离开，不要伤害。天亮了，我们一直在看她的年龄啊，真的只有8岁。八岁的小女孩对《天亮了》这首歌有她自己独到的这种深刻的理解哈，所以我在看这个资料，好像她的这个家庭关系还是挺特殊的。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呢，经常晚上上班，爸爸要上通宵班，晚上都不回来的，妈妈呢，天不亮呢就起床了。然后晚上等我和弟弟睡着了还没有回来。他们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他们这么辛苦。人民警察。他们是警察哦。然后呢，在我的印象里面，妈妈告诉我过，她上班上了13年，然后呢，这里面呢，她一次都没有回到老家过年。爸爸上班上了18年，他也是没有一次是回过老家过年的。所以8岁的小女孩回答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成熟，是吧？对，太不像8岁了，特别不像8岁。嗯，对，这是很大的一个遗憾，但是没有办法，他的父母确实这个职业不允许他们那样去天天为大家。对，我们现在就要开始进行选择了，我们把30号的那个小朋友再一次请上场。我看这架子就是不敢让我们说话了，还有太多语言要表达。不是没让你们说，先让两个小朋友站在一起，对不对？要是选30号呢，就推粉色的灯；选9号呢，就推蓝色的灯；要是选30号呢，就推粉色的灯；选9号呢，就推蓝色的灯。
师选我一票吧。三二一，那就你们俩争了。我们两个同时选的是小不点儿。对，那这样我们先请正正大哥给我们九号的小姑娘带上我们的音乐快递的小徽章，好不好？好，点亮梦想的徽章。我们的节目给孩子的汉字私房课，来。好，插上音乐的翅膀越飞越高，把掌声送给他。走路特别坚定。佳阳，你打动我了，就是你那份纯真，无拘无束，然后特别享受那个舞台。听不懂什么摇头？摇头什么意思啊？小宝，你在那说啥？他几乎没太听明白，你知道吗？他六岁了，我的妈！就是不想听他们讲话了，对不对？直接就选月亮姐姐这个组就好了，对不对？我一直都想选月亮姐姐呢。哦，我们月亮音乐团队的这个小徽章哈，他就认识月亮姐姐，哎，都不用争，我们就选着人了，耶耶。第三组的演唱就要开始了，掌声有请。我天生 ACDC， 你却说我没志气。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气。我淋着毕业季的雨，听你说我没出息。为梦想做考科研还是开飞机？你说我不懂的问题，我说我不在意。为梦想做上了自己，也不要平庸的喘息。我要的并不在这里，人生的路不是唯一。此刻我怎么可以输给你？所以我每一个都选 C。号主唱给大家做一下介绍吧。大家好，我们是牛皮糖乐队。哎，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呀？要不我们每人说一个字，我先说吧。我先说这个字的牛。牛呢是一种精神，是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做事，所以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个比较尴尬了。皮子代表我们乐队里的两个男生非常调皮。拿下来再说，等一下，把话筒重新拿来。拿下来。哎呦，慢点，那孩子。好，好心疼啊。好。皮子代表我们乐队里面的两个男生很调皮。啊。糖代表乐队中的一个女孩，甜甜的，可爱的。哦，牛皮糖。好的，他们整个这个乐队的这个气氛哈，都挺感染人的。哎，特别是打鼓的小伙打得不错，我们可以给你弄得更好。
啊，打得更精彩，弹得更精彩。我是弹钢琴的哦。看，从小就开始学哦。所以要学乐器的话，一定要加入我们团队啊。汪叔叔的职业、专业就是鼓手，你知道吧？哦，哎，这个环节是点评孩子，不是抢孩子。不提前下手，怕抢不着啊。孩子，但是叔叔打鼓打了将近20年，定音鼓、木琴、小军鼓。就你们这个，你看刚才叔叔说打那滚奏，你不练上多少年，你都出不来那滚奏。我告诉你有几招，直接上道。你看见没？就这别人挺上道的，不比你差，你知道吗？哎呀，啊！我再说一个啊，组合乐队组合非常难。对，因为郭峰老师啊，在这方面他也有话语权，但是呢。我过去呢，我就是做乐队的，鼓手出身啊。你看看这，就是更能够告诉你，谁不是做乐队的？你以为你做乐队，我们就不乐队吗？我是教乐队的，我是教乐队的，你懂吗？我就是做乐队的，我是教乐队的，你懂？我就是做乐队的，我是教乐队的，做乐队教乐队的，你懂吗？说说主唱的感受，咱们还不能光说好的，说明我们那个主唱啊，他确实有一点点小音准的问题，没错。来到咱们这团队，咱们还能让他提升一大截子，有上升的空间。对，过去让你变得更加完美。我还打过定音鼓，我耳朵可好使，你就琢磨琢磨吧，这事儿你琢磨琢磨。我们现在啊，因为还有最后一位选手没有上场。我们还是要给最后一位选手一个更加公平的机会，但确实看见每一组孩子我们都喜欢的不得了。对呀，那这样还是让他们交换场地，我们有请今天最后一位选手闪亮登场。汪峰唱得好，是汪峰唱得好，因为起码他高音都特别漂亮。对，像梦一样自由这歌，小朋友唱累不累？你觉得累不累？老师说只要用对了巧劲就不会太累。你今儿用巧劲了吗？我用了。哦，我今儿用的全是巧劲儿啊！都是巧劲儿，都是巧劲儿，都是巧劲儿。所以唱的那个高啊，是吧？我
因为其实这些小朋友在唱的时候，我跟那个郭峰大哥其实一直在交流，就是在交流现在中国儿歌的这种缺乏，因为孩子们现在都在唱成人歌曲。是的。但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歌曲呢？他觉得还是要批评郭峰老师。提到这个话题啊，我就觉得郭峰老师的身上责任太大。对，我开玩笑归开玩笑，刚才我们在后边跟那个燕聪我们也讲过这个事儿。对对对，说现在呢中国呀，在目前来讲的话，儿童歌曲确实是少，特别国外呢在某种程度上它特别多，每个时代都有。对对对，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哎，没有这样的一个系统。对啊，特别是对儿童的教育，对对对，儿童音乐方面的一个系统，对，是没有，比较乱。而且就是有什么儿歌就往什么就往什么用就完了。对，但是儿歌它是一个从幼龄一直到他这个哈，就是青春期，一直到青春期青少年啊，这个是每一个年龄层都应该有设计，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规划，还应该从音乐考虑他的生理上，他的声带，没错，他的能力能达到。你看，像刚才这个小孩子唱的是不错，嗯，但是你的声音其实对这个歌曲，你有可能从理解啊，从含义方面，你并不可能像大人那样的理解，嗯，所以你只知道哇吼这样唱的话哈，再唱一两年，有可能你的嗓子都全坏掉了。对，尤其李彤，那你说说你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哎，因为其实我到音乐快递面试，其实面试了三次，是在第三次的时候才选上的。哦，说这个事有点委屈哈。啊，为什么那么喜欢音乐，对音乐一直执着呢？嗯，因为我的外婆特别喜欢音乐快递。哦，外婆特别喜欢，先替我谢谢外婆。丽彤，你来到音乐快递应该是一件特别开心、高兴的事情。那你喜不喜欢？你喜不喜欢？也喜欢是吧？所以面试了三次，多么执着的一个小姑娘，这么爱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爱你好不好啊？其实我们已经点亮你的梦想了，因为你已经梦想成真来到音乐快递了，对吧？姥姥的梦想也被点亮了，因为她那么爱我们的节目，对吗？好，那接下来我们还要面临一次选择，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音乐任务能不能留给你，好吗？我们先把第五组上场的选手请上场。准备吧，月亮姐姐，来吧，好吧，来吧，来吧，来吧，二一推，动吧，对，好，你们老要跟我们抢，有意思吗？现在开始有套路了，你知道吗？哎，你们是不是应该这样的？你们是不是这样的？我，对，哎，应该是这样。哎，那这样的话。你们也选不着啊，你们也选不着、啊、我们也选不着，对呀、啊、我老换啊啊，对呀、啊、定了吗？对，现在定了啊，确定，对，定了。好，哎，你们怎么这么纠结的一个班级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先给我们的这个小组合颁奖好不好？我们今天点亮他们的梦想了啊，加油加油啊。我们这个并不代表你们要离开我们的舞台，只是暂时离开，知道吗？因为我们还有复活赛好不好？来，下次复活啊，拜拜啊，拜拜。刚才呢我跟郑郑老师还说过，我说这个女孩高音真漂亮，这个低音呢可能是有点欠缺，然后呢郑郑老师给我普及了一下，孩子没有低音之说。哎，我就说哦，同声啊，但是你的高音真的非常非常漂亮。你看我们队伍当中缺什么，其实就缺一个像你这样大嗓门的。我们团队是需要缺少，我们团队就没有，现在只有这么还零，所以他到我们的绝对主唱。六号，你要选我们，真的。从一个发展和全面，最后你要展示的话，我们的优势特别的强。我们俩是中央戏剧学院95音乐剧班的，所以最后我们要呈现的是一个音乐剧，这一点来说是特别适合你的。其实我特别喜欢哆来咪哥哥。耶、oh! yeah! ！没说最后决定呢，先别激动太早。这样，我给你这方面是要，我给你做个小礼物，来我们团队好不好？给你做一个，亲手给你捏一个。哎呀，亲手给你捏个小礼物啊！捏朵花儿，好。哎呦，你中奖了！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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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礼物来了。虽然这个已经捏失败了，但是它代表了我的一份心意。就是你们的心意都搞不清，看到了吗？一只耳。哎呀，好的呀，宝贝儿送给。算了，你就别赠了。这样，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呢，已经没有机会去争取你了，所以我们现在是中立的一个态度，哈，是吧，宝贝？你看哈，现在哆来咪哥哥呢和严嵩叔叔他们这个团队呢，他们有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的这种基础，他们都演过音乐剧，而且他们以前小的时候都是学戏曲出身的，所以他们也有优势。但是月亮金豆哥哥跟这个汪正正叔叔他们这个团队呢，在你这个高音和这个，听这意思吧，他那个话语里头都是往那边偏，咱俩不说话，孩子自己选。你看这才是实力，对，我们不说话了。其实风格上来说，你可能又很适合他们那边的团队，所以孩子一切的选择全听从你自己的内心，好不好？对，宝贝儿，我只跟你说一句话，我2015年、2016年、2017年连着演了3年的舞台剧。哎呀，对，行了，够了。对，他除了唱歌不行，演戏还可以。我们到现在不说了，孩子选择。来，宝贝，站到你刚才的那个位置上面。好，来，这个时间也给你思考。一起喊啊，五秒钟的时间。4、3、2、1，我觉得我还需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所以你的选择，我想选哆来咪哥哥。恭喜！这可以送给你。来，有收获，我们都收获了自己最喜欢的选手。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来跟郑郑老师，我们也为全国的小朋友、各个队的小朋友点亮了梦想。感谢你们收看本期由麦当劳独家冠名播出的音乐快递特别播出季《点亮梦想》。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